现阶段的经验的问题，所以你会尽量去选择跟自己的状态比较接近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我也想选一些就是跟自己反差很大的。你要这样说，内心的话确实会有一点点像，但是其实外表上我也不会像吉祥空那样那么的痞啊，怎么样怎么样？对，原来你自己觉得不像、啊。对，我觉得不是，对，很像，嗯。所以我们都会觉得你这两个角色都是非常适合你。啊，嗯、那我要接一些不像的。你刚刚已经 Q 了经纪人了。没有，我一直在想这样，但是其实就现在找过来的，包括制片方也不会冒这个险去让你拍一些很少有人这样做吧。像现在年轻的人，他也不会冒这个险，他也不知道你的演技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说他也不会去找就是完完全全一个长得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去演一个那么。对，你有想过那个反差大的角色会是什么吗？或者说如果今天就是有这样一个自由，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你要想演一个神经质一点的人物，对，神经病或者是变态的那种人。